瞧瞧那姑娘又骗了你，骗了，又骗了。 这个小姑娘活得像太阳，你不知道她，她日子过得很艰难。这个盛家六姑娘，子母我少年时的风范。六兰吧，赶紧把她召过来，看看这样的囚禁。六哥在那边说话呢。 是谁呀？是金英笑盛大人家的四姑娘。我是让她来看盛六姑娘，倒先瞧了盛四姑娘。那种吊着眉梢吟诗作赋的做派有什么可瞧？驾！ 没事吧？哎呀，大娘子，哎呀！二哥哥，你不会真的摔伤了？轻点，二郎。三妹妹，嗯，你看我这腿不成了，要不然换个人替你给我打吧。那现在换谁啊？大娘子，你看我这腿，要不然让我的好友顾家二郎帮我这妹妹吧。顾二郎啊？ 他要上了场，那大家还打个什么劲呢？直接把簪子塞给预算姑娘便是了。啊啊啊！不行了，不行！啊啊！哎呦，你是这……石头，来，给二郎拿个凳子坐。谢谢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！ 这样，为了公平，我拿左手击球。三妹妹，赶紧谢谢你顾二哥哥。顾二哥哥，你说这汴梁城内谁不知道您头部马球数第一啊？可您要是换左手击球，那还能帮我打赢吗？没我上场，没我不赢，多没意思。我拿左手。 才显得公平。如果余三姑娘一意见的话，我就别别别，三妹妹，场上的盛家姑娘能厉害什么？如果你顾二哥哥都赢不了，我想就没人能赢他了。这输赢天定，你若不肯的话，那就算了吧。吵吵什么呢？顾二哥哥。
你左手也能击球啊？你不会是因为跟我哥哥的关系好，故意送我们分仇吧？陆妹妹。 还打吗？打。你可蠢吗？打不赢的。我不打。打都没打呢，怎么知道不能赢？你看他刚才那球打的，你要出手自己出手，还得给盛家留点颜面。是也没事，这才是出丑。公子着急什么呀？六姑娘赢了固然是好，万一输了。 咱们打一只一模一样的簪子给他送去，他也感激你。这叫胜过新人，败一心苏檀。下手。六姑娘，你都一个人了，还打吗？六妹妹，别打了，我们打不赢的。那是你母亲给你的簪子，我想帮你拿回来。就算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要打。 这一个人怎么打呀？这必输无疑了。母亲，我同他打一场。母亲，还是我来同他打吧。顾儿，去把我的数学和盘缠拿过来。你也不能打。我为什么不能打？你是外男，怎么能打？顾儿说也是外男。 我同意三姑娘不一样，她是得宠嫡女，怎么着都有人撑腰。我替你撑，你在我心里可比她高。你别说了，你到底要不要金簪？六妹妹，我们不打了，金簪我不要了。我要。要这上马。 了的玩意儿，姐姐嫌脏也没用。袁若哥哥不也去了吗？瞧这袁若哥哥谪仙一般的人儿，怎么也去这马球场？姐姐倒挺见异思迁的。这个找了梁六公子，别嫌弃袁若哥哥，正好过你。 来了这半个时辰，跟他连句话都说不上。姐姐倒是说上话了，管什么用啊？这，这，你会跑啊？ 盛家小姑，奸缘净华一星流，月仗征敲为你修，说的就是他了。这个六丫头，明里也没两句话，竟能博得袁柔哥哥为她出头。
明兰没跟小王爷说过两句话？是啊，那他怎么就帮他打马球？就看不惯那于家三丫头，这小妖精仗着自己母亲得宠，把嫡长女丫的全无地位，一个继室后母所生，有什么资格才正妻原配的嫡女？就得狠狠教训她。姑娘，你的那个绿丝檀香王好比六国人也有吗？ 他怎么还有？不就两只吗？一只给了我，一只给了如兰。这个姑娘她没放在当眼处，收在柜子里头呢。媚儿进了两次礼物才看到，结果刚看到就被丹菊姐姐给赶出来了。哎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弟想着，那是爷爷，但能一样吗？这样算起来，有人哥哥前后送给她三只，竟一只都没有给过我。 哎呀，傻丫头，我是在问你小公爷。我说的就是小公爷，只要他不跟墨兰说话，气死我了，我就高兴。我请你给，墨兰气得都丢扇子。姑娘，娘家公子正在往这边看着呢。死丫头，安得真草。 怎么样啊？用得着这么争吗？ 虽然是于大姑娘的物件，但是在我心里，我只当是送给你的。我这场球也是为你打的。刘姑娘，这场球可是赢得不易呀！来。
都这么输了，情况的头衔可保不住了。这算个什么家伙事？宝刀干嘛？九转雷丝金簪。嗯。谢谢吴大娘子，这可是你赢来的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三妹妹，没关系啊。 三妹妹，你先坐，不生气啊，不就是个簪子吗？啊，咱们泡镯子吗？又去上当了！三妹妹，真有意思。建筑是要去打马球吗？球没意思。 人有意思。那上阵打的是盛家姑娘，牌子却是余家姑娘，那儿能究竟是输给盛家姑娘，还是余家姑娘呢？你看这盛家姑娘多么拼命，这余家姑娘更是为了这簪子，连哭了好几场。他俩是同气连枝，索性让他们开心开心罢了。再说。 你不是说，这个余家姑娘是少有的温柔贤良的人吗？是啊，这么温柔贤良的高门嫡女，满汴京也找不到第二个。这么好的姑娘，就别让她伤心了。